还记得上一周的母亲节特别主日为你而开的花吗？相信在上一周，每个火把人都和妈妈一起度过美好的母亲节。让我们一起继续关心本周的 Torch News， 属于国高大专生的火把青年特会，一个奶特务三部曲之首部曲 Cole Ray 特殊身份，距离早鸟优惠报名期间只剩下一个多礼拜了，赶快报名！注意喽，三年内没有参加过一个奶的新朋友，距离50名的优惠名额只剩下一点点了，赶快加紧你的脚步！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二，国高精力声音会 iTree 优惠报名期间跟一个奈的报名期间是一样的哟。我实在想不到理由为什么不报一个奈还有 iTree。 丛林保卫战，夏天强势来临，爸爸妈妈们又到了孩子最期待的暑假啦，你已经想好要带孩子去哪玩了吗？蒋家儿童夏令营推出颠倒世界之丛林保卫战，赶快让我们来报名参加。爱在玉里，时间延长咯，为了让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好好预备物资，所以您只需要将你所要捐赠的物资上网填写，就可以将物资送到爱在玉里的专门柜台。火把人引颈期盼的康牧师查经班来咯，时间就在星期二的晚上7:30到9:30。接下来的礼拜四是永不放弃祷告会之信心之夜，请您预备心，让我们一起来经历祷告的大能。因为适逢端午连假以及台铁铁庆的关系，接下来的连续2周都会是返家主日哦。详细的成根时间以及教会开放时间，请看火把官网。嘿嘿，通宵祷告会来了，时间是在6月2号星期五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5:30。特别鼓励从来没有参加过的火把人，这一次一定要来参加，让我们一起点燃祷告的烈火吧。 T2 营会开始报名，只要你是成长班结业的学员们都可以报名哦。截止日期是在5月31号星期日。喜爱成根的火把人，6月份的成根笔记本已经开始贩售喽！主日后可以到销售柜台询问购买。最后，再次欢迎第一次来到火把教会的新朋友，会后可以到新人柜台，更多的认识火把教会，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哦。Torch News， 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